博士，大細消時間。今日睇報紙呢個陳啟宗轟呢個啊林鄭無能喎、哦，點解咁咧？你有咩睇法啊？佢嘥緊氣嘅。人哋話明留低班精英俾香港嘛，你話無能有差用咩？我哋祖國政府話佢有能啊嘛。嗯，係嘛？係。你上去做啊，唔緊要做啊。香港呢個咁嘅三十位啊，有能都變成咗無能啦，知唔知啊？高能都變低能啦，佢都唔撚識同共產黨交手，咁你咪你有能力都變咗無能力，你都唔知佢阿爺諗乜嘢，係咪？你本身又真係冇能力嘅，咁啊？他又沒有說錯，但是無能是有兩方面的，如果你不要叫他這群香港廢官想事，他們執行有能力的，你如果想問題就沒有能力了， 他的訓練 是事務官來的嘛，不是政務官來的嘛，你叫他想事對不對？等於你叫他傻子走上去擴大公司分科噶嘛，咁你叫個傻叻仔執料啊、執剩啊嗰啲咪有料咯，啱唔啱啊？我大咗嘛，咪話啲咩料咩料，等你上去 present 俾個官聽就唔另外一套嘢嚟咯，啱唔啱？嗰陣時嗰啲專業反應，因為你做官都係噶，執行嘅人係還執行，有長短，你做決策啊、定政策、做研究，咪人哋點解要分咁多專家，咁多分科？你睇翻，因為你回歸之後，你由共產黨嗰個管治嘅文化嚟香港，俾啲官員喺度指手畫腳，邊撚個做都變低能。其實幾個特首咧，比曾蔭權做多一兩任咧就好啲嘅。佢真係熟曬官場架構，佢真係有能力，但佢都吃虧，佢又係驕傲嘅人。又冇有唔識揾叻嘅幕臣，我諗個特首啊，當自己天下無敵啊嘛，水比星城王啊嘛，做個區區市長又撚班撚閉啊嘛，咁咪自把自為咯，咁咪撲緊咗街咯。而家你成個香港由回歸到而家咧，就分餅仔不均啫嘛，分餅仔分。你行政會、立法會咁撚多位，咁撚多委員會啲位，你餅曬建制派坐，嗰民主黨冇撚得分餅仔，咪要搞事咯？係啊，全部為個人利益啫嘛，係嘛？邊度搞咁撚多咩諮詢委員會嘅啫？你要見英國佬嗰時，不如我做領導，我有能力嘅人，我要問街邊阿婆的士都會定政策，個社會都會撲撚緊街啦。你睇嗰陣立法會上嘅邊一個有咁嘅能力去定政策啊？有咩遠見啊？佢行出嚟點解揾兩萬蚊人工揾唔揾到噶嘛？首相做立法會議員提意見，佢提咩？佢搞撚掂自己先啦、啊，唔係踩人啊！事實點嘅世界，人有種種花有層層嘅。你唔好話攬住啊！我哋自由啊、人權啊、民主啊，屌你啲平等啊，屌你啦、啊、平等！有咩資格同人平等啊？無規矩不能成方圓。你係做老省就老省，做幫板做幫板，做警司就做警司，係有考試嘅能力喺度啊嘛，評分啊嘛。你老母求上去做個議員，點撚搞？係嘛？係。特別你整扎建制派呢啲咁嘅唔家產廢物上去，你唔死啊？因為共產黨用緊曬廢物啊嘛，而家佢自己知喺度衰啦，咁啊出嚟講。啊！鬧嗰人哋話人哋嗰啲忠誠的廢物啦，你咪撲喺個街啊！有你自己揀噶嘛啲人。佢而家佢咪話你全部係忠誠的廢物咯。係咯。佢同你扮緊咗命啊！你咪好撚搞笑啊！咁如果你廢物自講嘅，咁你香港撲街咪正常咯？咁你陳啟聰嘈乜嘢啫？咁陳啟聰嘈啊，有佢嘅個人因素噶嘛，佢冇餅仔分。屌你乜又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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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喺新界圈地，係咪
因為收租佬嚟噶嘛，陳啟莊。嗯。行動咪就係收租啊。係。係嘛？最撚威嘅咪搞個拍景台咯。拍景台會搞噶。哦。拍景台啊！我都我關撚住，我都有幫佢買咗成廿個單位。大客嚟㗎。我一個都冇撚有啊。嗯。1200蚊，1200幾蚊尺開盤，我一間都冇留啊。嗯。賺咗錢就走啦。但佢而家你係人都知道佢嘅無能，係本身你唔識用人。你識用人咧，就無能都變有能嘅。你用啱位就知人善用啊嘛。你又唔知人又唔善用，咁你有能都變無能啦。叻嘅人佢唔肯用噶嘛，啱唔啱啊？係啊。乜用啲咁嘅教育局長咪香港撲你個街度狗？用啲咁嘅先人老懵懂啲奸鳩懂，咁咪撲你個街咯，係嘛？嗯。你用啲咁嘅屌你咪鄭呢啲咁嘅墮鏈男，鄭墮鏈華啊！我墮鏈華，屌你有冇你個法律咪撲你個街咯，係嘛？係犯都嗨。泛嗨，啲共產黨自己攞嚟嘅。嗯。佢係攞，我都話成佢攞啲黨旗個錘仔掹出嚟揼撚自己嘅腳噶嘛，共產黨。係啊。因為而家呢一代嗰啲幹部咧好撚低水平噶嘛。你又睇而家個中美會談嗰個外交部出去開會你就知啦。講乜撚嘢啫？人哋講明話兩分鐘啊嘛，每人講，佢講十幾分鐘講國語，唔撚使翻譯，屌你乜佢在度做 show 講俾十幾億人聽，講俾低端人口聽，講俾9000萬個黨人聽，即係做撚咗功課啦，屌撚咗美國佬啦，咁撚巴閉咩？轉頭制撚財你啦，跟住扮戰狼，屌柒法國佬，又屌鳩歐盟啲議員，而家咪做撚曬乞衣咯。呢次大撚鑊呢次，因為歐洲制裁咧，唔撚同美國制裁噶嘛，佢兩套制裁嘢唔撚同嘅。嗯，好撚嚴格噶歐洲制裁，佢係慢啲，但係喐手咧，你歐洲20多個國家喎，歐盟，嗯，屌乜遲到啊！你林鄭妖婆啊，真係無能啊，連車都唔撚買得啊，連手機要用，真要用國貨啊，乜嘢都要用國貨、啊，一涉及歐洲啊、美國啊、歐盟、美國嗰啲產品，你唔撚用得啊，買咗幾多啊，手袋都唔撚買得俾你啊！賣俾你嗰啲仆街啊！啊，翻買啲大媽牌服裝出一單，大灣區啦，大灣區自我啦有，但佢咁樣賣咧，唔係佢陳啟忠咁樣用嘅，佢有背後一股勢力嘅。嗯，嗰陳啟忠係阿689嗰啲粉絲嚟噶嘛？係係，有嗰只咁嘅梁振英別瀉咧，又話跳出嚟選特首啊嘛。係啊，翻兜啊！我哋支持佢，恭喜佢添，希望做撚到。嗯。啊，還撚掂都亂啦，香港咪屌咪有鳩去維穩天下不亂咯。嗯，係。係噶，你冇所謂世界，你由香港由個漁村變撚咗國際金融中心，咁由而家你共產黨上場，又顯示你嘅神威，恢復原狀，咁啊變撚翻漁村咯，都係成功噶喎。多有一手。佢都係成功噶。是啊、嗯、都是成功的，你將個城市變回漁村都不成功啊，啲人走撚曬咁喺度養魚啊、耕田啊咁咯，大家冇交嗌咯，一樣安樂噶。中國咁撚多地方，你驚啲人冇地方踎咩？所以咪叫你翻大灣區就咁解啦。嗯，佢準備將你香港變翻漁村啊，咁都係一個歷史嘅奇蹟嚟喎。变万元事永恒啊嘛，啱噶啦，好嘅问题。系伏飞泰讲下，又唔俾打喎，得停咗，又叫啲人唔好打。唉，呢单嘢系讲紧个口臭噶。屌你阿妹，逢系啲新药咧就唔捻打啦，我打。嗯，上年纪嚟讲啊，睇定先，啊，一定系试过晒，行啊行中间。唔好行啊行先，死啊死先，啱唔啱啊？睇定先都未遲，係咪先？但到而家我哋都挑戰佢噶。嗱，你揾簡單啫，你香港醫務局下邊嘅醫生打撚咗2次嘅政府公員，你揾5個人出嚟，冇1個啊，5個陪你，
話我未打過，未打過針啊，未打針嘅。嗯。你揾我五個打撚咗兩次出嚟，公開一齊吸病毒，睇下邊一個中招。係。我吸雙倍，即係個份量嚇。係。吸多啲。你打撚咗兩次嘅，後生過我嘅。嗯。你揾五個人出嚟。找個揾兩個醫生做公證，在那些確診了的人抽啲口水液出嚟證明有毒啦，一齊吸，我的份量多佢兩倍，看看邊一個中招啦。我咁撚多嘢，你任家產寫我一邊頸，啊，全部搞撚錯曬。你將個人的環境一變啦，佢就冇得生存噶啦。你高温就唔生存啦，你又焗桑拿。沖熱水涼泡姜，啊，揾啲好嘅中藥提升你自己嘅陽氣，做運動曬太陽，啊，吸居風油、萬金油或者德國油氣體，落緊咗個防火牆喺嗰個上呼吸系統，噴埋銀離子水，因為你黐好撚多病毒翻屋企噶嘛，係啊係啊，係嘛，所以嗰啲韓國你揾銀離子水好撚犀利噶嘛，係啊係啊，嗱你依家挑戰你嘅重生，你揾五個人出嚟，你政府官員嘅或者做醫生嘅。打撚咗兩次針，我份量多你一倍，一齊吸，同一鋪啊！咁樣簡單，屌你！嗯，啊，你哋可以買外圍噶，屌你！啊，即係英國開外圍，啊，接受投注啊，睇下邊個中招，係嘛？嗯，講到我嘥撚氣，係啊，等於你成日話邊個打得邊個打得冇撚用嘅，上擂台屌戴手套，係啊，因為你喺街度打比武打撚死人唔殺噶嘛，嗯。但你上擂台咧，揾個拳館，揾嗰啲有牌嘅拳擊館，戴手套上擂台，你咁樣打撚死冇事噶嘛？啱唔啱啊？係係啊，係咁先。好。